您现在正在观看每周五十二点《超前衍生练练 Vlog》，每周六中午十二点《女儿们的恋爱》第四季正片，每周日中午十二点《会员 Plus 版》，敬请期待。不是做手工吗？老师好。做手工是吗？对的。好的。咱们把围裙穿一下吧。这怎么穿呢？对吗？我穿的。谢谢。要紧吗？不紧。谢谢。介绍一下，这里是做奶油手机壳，然后咱们这边呢有一些参考图片，你可以稍微参照一下。这好好看啊！这拿这里的奶油去挤，好吧？试试看先。勾了一个边，老师，我做好了。好的，边上就留白是吧？你可以挤那个珠光的那个颜色啊，对，这个会比较的透。这俩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这两个不一样。金色、白色，哎，还是要黑色的。有没有黑色啊？啊，没有。你们都好女生啊！就是，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为男生做准备，是吗？小兔子也很可爱呀、啊，适合男生啊。啊，它是透的，那你用黑的印出来了。所以你在用黑色的时候要慎重。呀，它渗出来了怎么办？可以把它擦掉吗？拿纸巾擦掉。完了。咋了？它黑的没有那么均匀，失策了。那个黑色的。完了，刮不掉了。完了，它干得好快啊！刮不掉了。哎，慢慢刮开，刮掉。完了，我好不容易刮干净，又给挤出来了。这活我感觉我干不了了。我自己就是对于这些手上的活不太行，我很糙。你好慢，你看我的，我可要大功告成了。厉害吧我？你把它涂满了是吗？也不算涂满，还留了两个这个。嗯。好看吧？我觉得珠光色铺上去还是蛮好看的。嗯。天哪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！真是心灵手巧。你说，那两个小星星要给它涂满吗？嗯，它是透光的吗？那两个星星？对啊，透光的。啊，那它会透出你手机的颜色。你要是觉得不好看，你就拿一个浅一点的，不要太明显的颜色去填一下。你觉得好看？我也觉得好看。嗯。你是怎么给它涂满的呢？就一点点挤的呀。而且它这个头很粗哎。静下心来，安静的弄它。你这边上还打算再挤一些奶油吗？可能会吧，我先把它沾上，我看一下什么样子。
就是你如果先粘好了再去挤的话，可能会到时候挤到他们。哎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就是让这个东西铺开吗？拿个小的金属的去推。完了。哦，我怎么还能把它给铺平了嘛。唉。这活太难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可以撒在表面的。我的真不用撒，不能更好了。我的是不是已经封神了？现在，我觉得你那个适合放一点珍珠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我打工搞成了，真的觉得我做的好漂亮哦。我等一下拍出来给人家做展示。好漂亮呀，我恨不得它现在就干了。好看的。你为啥不直接把它们空着粘上呢？嗯，什么叫空着粘？就不涂满奶油的那种。我就应该先把这个挤了，是吧？我现在拔已经来不及拔了，我崩溃了。哎呀，好麻烦！你为什么要做个金色的手机壳呀？那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看的，但是我没想到它全部涂出来是这样的。完了，捏不起来了。完了，粘我伤口上了。啊，没事吧？胶粘我伤口上。哎，哎，没事，就慢慢粘呗。好嘞，我想放弃。你要想放弃，我们就走。不行，我没弄完，我难受。你全给抠下来了。嗯。老师，它如果就是它这个胶如果是翘起来的话，它到时候定型的时候它也会变成翘的吗？对。完了，我不玩了，真不想玩了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我放弃了。但是我知道他弄完肯定很好看。你怎么？你凭什么觉得你弄完他肯定很好看？因为他是翘起来的，我想他翘起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有那种尖尖在上面。不懂。看来以我这双手，我也是想太多了。下一个有缘人把它给完成。在我看来，做手机壳可能是件很小的事，但他会认真的去想去琢磨，虽然说挺逗的，一直崩溃，就是真的是感觉他很难一直在弄，但他整个态度就是非常的认真，甚至会让我觉得有点可爱。本来手上的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不想去碰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是觉得他好像挺喜欢的，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会了解到他，所以我才会愿意去做出一些改变也好，或者说愿意去多说一些，让他更了解我吧。嗯，走。加。你说我这手机壳卖多少钱？你卖？手工的都是无价的。这个路程我们俩可以不拍吗？那我和我团队坐下说。就是。分开走，就对我来说，其实我就是不太能接受这个。
就是分开走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睡觉啊。不行，我理解不了。这个事儿挺影响我，影响我心情。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，办不上啊。你觉得这样是对的？今天呢，疯子带我来打棒球，那今天是运动的一天。然后疯子，哎，你人嘞？我吗？到这边来，我不太习惯用这个摄像机。疯子超级棒的，学得很快，但是我也很棒。哎呦，你小心点。走吧。但是你会打篮球吗？我不会啊，怎么了？因为我刚刚看到外面有一个打篮球的地方。你想玩，我可以陪你。其实我也不太会打篮球，可是我觉得你个子高，应该会打吧。我真的不会，好多人以为我会。看，我们来到了一个，我们身后是一个篮球场。我想要跟你一起打篮球。好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要打篮球吗？是你刚刚跟我说你会灌篮。我说的是灌那个篮。哎，这是那个篮吗？怎么变这么高了？其实是一样的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太高了。还好，哎，这太高了。看，我先看你打篮球，有篮球吗？拿一个，我来记录一下我们打篮球的好吧？真不会。好，那就不要管了。我先投个球吧。你就在这边，你投球，我看你能不能投进。第一次没进。很好。你个子那么高，为什么会不打篮球呢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外公老带我打，但是我其实自己对这个不感冒了。就像你小的时候老带你去看那个看芭蕾什么之类的。但你是喜欢跳芭蕾的吗？跳舞还好了，我还挺喜欢跳舞。但是你不喜欢打篮球？我不喜欢打篮球，我喜欢游泳。竟然有男孩子不喜欢打篮球，喜欢跳芭蕾。按道理讲，应该是有身高优势的。最后一次。哎，进了！哎，进了！运气好。基本上六次里面只中了一次。这，来，你来帮我拍，我来投一个。你来。我六次只中了一次，那来看看我来，你到这边来。下面是看看、啊、下面是。庄青挑战时间，哇，上来就中了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心服口服，厉害。我打篮球那儿真的太垮了，我真的不会打篮球，我只中了一个，真的被他玩虐了。我希望把那段记忆从他的脑海里删掉。我们打一个赌吧。好。赢了输的要一个惩罚。什么惩罚？真心话。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来。那就这样吧，就刚才那次不算，好吧？好，重新来。五次，看谁中得多。重新来，然后玩一个真心话。好。来，开始哦，五次机会哦。好，等我记一下。你在认真呢，所以你很想要问真心话吗？哇，大哥，你玩真心话就开始赢了。好，第一次中。好，一次。好，还有两次机会。完了呀！现在为止是进一球。好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再给我一，好。好，两次。你刚才好点，进了两球。来，你站到这位置，你帮我。我也是五次机会，你中了两个。我还挺喜欢投篮的，我以前去那个游戏机厅都会投篮。是吗？嘿。
你有点厉害了吧？你有点过分啊！进了两球了，已经平了，已经平了。嘿，三次。啊！你不会跟我一样吧？那不可能，必须比你强一点。再试一次，你怎么可能一个快一米九的男生投的还不如我啊？五次机会啊，还是我先投，你先吧。不，你先投的话我就没有动力了，让我先投吧。你投的这么准，好，再零球。啊啊！我发挥倒是挺稳定的。好，哇，果然发挥稳定，一次投进。一次哦。嗯。两次哦，两次，你已经赢过我了。三次，我基本上都五投三中，对吧？嗯。就五投三中。好了，篮球比赛结束了。疯子，我们刚刚打篮球，赌注是什么？我们的赌注是真心话了啊，疯子是连续输了两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被我秒杀，所以我有两句真心话的时间机会，那我要想想问你什么。哦，我们拍照吗？拍照。嗯，好。你想站哪边？站右边还是左边？我站这边。你站这边。我们有点像热血高校。这样感觉像被打一样。那保持你越高，你可以就是无锋利，然后可以坐在地上，然后都可以撑在你的肩上，坐好，可以坐在地上，再随意。对对对，就来这个互动。啥叫互动啊？哎呀。那我们要这样吗？可以，就像看着对方。我想看着对方。哎呦，我不行。听到了，我不行，我会害羞。哇，太做作了，我没有跟认识一天的男生这样子过，我脸都红了。你看我脸是不是红了？我跟其他比如说男生要拍什么东西，我从来没有害羞过，而且我是很喜欢盯着别人眼睛讲话，可是摄影师让我盯着他眼睛的时候，我会不好意思盯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怂啊，真的很丢脸。我看你吧，你看前面。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跟你想象当中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本人感觉更让人心动一点，本人感觉更让人心动一点。真的吗？嗯。我真的是惊呆了，想着就说了，因为我真的挺喜欢他的。让我来就好了，松手，我来。
得先替你尝一口，看看它辣不辣。哦。啊，让你一直这样子约会，你加一个星期，你 OK 吗？恐怕不太行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啊。啊。这是妈妈最喜欢的环节。就是讲一件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。今天就专门有仪式感的说一说。我先说还是他先说？都可以，我也说一件。那我先说，说两件事儿。就那时候我们有时候家里不是买苹果吗？苹果买了以后没放到冰箱里面，就放到外面，那个苹果就哭了，他就拿着苹果喊：“妈妈妈妈。”苹果老了，妈妈说苹果怎么老了？哎，苹果长皱纹呐。幽不幽默？继承你的。对了，这么回答就对了。重点就是这句话。这是重点。哎，再讲一个。嗯。怎么一下子？忘记了，梗住了。你再想想。你让阿姨先说吧，让爸爸先说一下。那你先讲。他那时候大概3岁多吧，跟我一起出去玩。他喜欢吃豆角，喜欢吃豆角的，他看到我们都拉拉拉，好像快要拉完了以后，他就不吃饭了，就生气了。哎，我小时候这么小气啊。生气你坐到我旁边嘛，我就揪了你一下，就把你眼里滞留滞留，还不敢出声来，不敢哭出声来，被旁边的一个老奶奶看到了，就问我：“小泉，你干嘛呀？是不是打他了呀？”他给我生气了，不吃饭，不能打小孩哦。好，他就不做声了，要吃饭了。后来一直到回来的路上下车以后，开始教育我了。不是教育我，是你先跟我说的。你说妈妈，我跟你谈一件事情好不好？我说什么事情啊？你在别人面前太不给我面子了。就是我打你了，意思就是我掐了你。我的妈，我怎么啥也不知道？3岁多，我很惊讶，所以一直记得。李莎就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。对对 对, 对，后来我就跟她这样说的，我说你这个。我也觉得，我说我没给你面子，你也没给我面子。嗯，我们的同事你不吃饭，你哭脸。那你有没有后面有没有教育我？不应该这样子。我们俩就达成协议了呀，就是说以后我给你面子，你也给我面子啊。但是吃饭的那个就是不应该就是抢着吃啊什么这些，你教育我了吧？嗯，教育。几岁改的？那上初中就改了。你想3岁的。到初中才改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过分啊？那小孩子那个，肯定慢慢改的嘛，对吧？就我别忘了，我现在想起了啊，就是他小的时候，他对死亡是没有概念的啊，死亡是一个自然规矩啊。我记得，什么？他小时候他怕，他不愿意一个人睡觉。大概4、5岁了，5、6岁了还要跟我们睡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你100岁了还跟妈妈睡觉，他反应很快。那当然啦，我100岁，妈妈130岁，两个老太太一起睡。对，他对，因为他对死亡没概念，对人的寿命他没概念。哦，你讲到死亡，我又想起一件事儿。小时候看到电视里面嘛，有死的镜头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、啊，你就不懂。你说妈妈，他们那是干什么？我说那是死，死是干嘛？死就没有了。死啊！我一辈子都不死，我不死。我说，那你用学医吧，你研究那个长生不老的药。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你这不能把人家美好的愿望给剥夺了，那谁想死啊？我很不想承认，刚刚你们说的这些人是我，太可怕了。所以他不懂吗？啥都不懂。所以我那时候说，为什么让你学医嘛？哦，对，我记得我妈特别希望我学医，我爸特别希望我当人民教师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一个都没完成。结果你都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啊。不，那应该是爸妈们教育好。是的，这个社会需要正能量。
亲情需要正能量，爱情更需要正能量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说的对，鼓掌。你自己没说吧？哦，对，我说一个收官啊，收官。那个我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。就是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唱歌嘛，然后我唱的第一首歌拿了那个金奖的，就是小朋友的比赛，然后是数鸭子。然后我爸妈就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，他说因为那个时候电视里面在放一首歌叫祝你平安嘛，然后唱祝你平安的这个歌手是孙悦，就很有自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岳云鹏的那个，不是不是，啊、唱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，唱歌的生日，祝你平安哦，那不是平安唱的吗？平安，那是孙悦唱的、啊，平安唱的是我爱你中国。啊、好，然后当时我爸妈就跟我说这位歌手给我们打电话了，说要认我做干女儿。然后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，然后自那以后我就特别有自信，我有一个干妈是孙悦。所以这个是不是你们为了在增强我的自信心编造的善意的谎言啊？嘘，秘密。这个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你吧。也不能解密啊，现在不能解密。好吧，就是我们还需要你说的，你明天给我解密的。我努力。你说我们怎么认识他？来吧，我们再干一杯茶。好。啊、哦，祝我们都开开心心哦。这个祝你，预祝你生日快乐啊！那祝你生日快乐哈！生日快乐。岁岁平安啊！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，大家都平安。好。那走吧，我们送你们上车。拜拜，好，早点睡啊，晚安，拜拜。你吃完我们玩个小游戏啊。你现在就可以开始。好，就是我这里准备了一堆问题，嗯，就是快问快答。我问完第一个问题，然后喊三二一，比如说谁是女的指我，嗯，谁是男的指你，然后考验我们的默契。好吗？嗯嗯。第一个问题，谁的审美更好？我还没喊三二一呢。不用喊。嗯。第二个问题，谁更爱制造小惊喜？谁最会照顾人？其实应该是我。彼此彼此。我只是给你点面子。彼此彼此。谁更爱打游戏？谁回消息更慢？我回消息慢吗？我都是秒回的。我才是秒回的，那就都挺快吧。下一个问题，谁是工作狂？谁更爱生气？未来谁管账？好吗？我管。你说过你管。就是我们有共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一起管，没有共同需要的时候你管你的，我管我的。好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可以。嗯。吵架后谁最先服软？我们默契还挺好的啊。因为咱们俩知道嘛。因为这些问题都很显而易见。好的地方我向你学习，不好的地方你向我学习。要学的和家里人更亲近，要更孝顺，要更愿意表达自己的心。你只要我们表达我们孝顺就可以了，因为所有的善良都是以孝顺为前提。知道你们对吧，见面的时间很少，但是你应该多跟你去家里沟通。这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。嗯。阿哥。未来我管钱。你自己说吧。OK。不行，我管不好，数学太差了。那我来吧。你来吧。嗯。
可以了。嗯，那我们，那我走了。嗯，然后咱们明天见。可以。还有花。生日快乐！哇，这是你画的吗？对啊。史上最开心的生日，惊喜一个接着一个，猝不及防。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切，然后全部在今天被组合起来了。我觉得这四天，我就完全感受到了樊凯杰的担当、爱、安全感。现在你准备去哪里藏礼物？哦，我现在去游乐园去藏礼物。他不是很喜欢游乐园吗？我的所有危险项目全是和他玩的，我让他在那里面找。不能给他出太简单的，因为他很自信，他觉得他自己是一定可以破解我的给他的这个难题的，所以我打算到时候藏起来的时候藏得更深一些。反正就是不能只给的话，好像就没有那么好玩。现在要藏三个礼物，然后咱们去看一看。没事。我现在是去找南瓜车。Hello， 你们园区里有南瓜车吗？南瓜车吗？对，我这个也不清楚。啊，你也不清楚是吧？好的，我找找，谢谢。哎，您知道南瓜车在哪儿吗？南瓜车。南瓜车在旋转木马那里。啊，这么远吗？没人理我一声。呀，这不是南瓜车吗？给它放在这辆车上。已经藏完第一个礼物了，接下来去藏第二个礼物。线索指向的是船，他肯定会想到船，海盗船那边吧。但是我觉得又不能完全放在船上，这样它太容易了，必须给它增加难度。就这艘木船就行。对，就藏在这个船里吧。玩这个它必须要经过这儿。我想藏在一个哎呦，恐龙蛋，这是我知道了，我要写一张线索卡给他。这个蛋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上次在沙漠的时候做早餐翻车了，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些提示。沙漠翻车，新歌最爱，已经够他找到明天早上的了。而现在藏完礼物了，他不会那么聪明一下都找到的，咱们拭目以待吧，走吧。魔术学院。Hello， 帅哥，来这边。Hello， 你好。看一下魔术。哎，这个这边有没有新手可以？新手的对不对？可以学的。我不是很聪明，你可以到时候多给我几种选择，我想学一种。然后因为女朋友过生日，我想变给她看一下。其实这个挺好的，这个就是女朋友玩的。比如说可以这样变哦，来手伸出来，来先帮我检查一下，按一下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先把爱心放进去，还有个爱心。和我一样帮握住它就可以了，像我这样子翻过来，好，抬高一点点，好，握紧了没有？嗯，握紧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首先呢，把这个爱心呢拿出来，在这里哦，看得到吗？嗯嗯，看到没有？看不到。我没关系，看到没看到？确实。啊，没关系，真的丢进去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我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啊！哇塞。
比如说两个爱心一个球，对不对？一二三放这里，我们只需要轻轻摇晃一下，那变成了一个大爱心。我先教你这一个吧，来。好，你看两个爱心，对不对？一个球，一二三。我刚表演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，轻轻的摇晃一下，变成个大爱心？对啊，因为它下面呢有个洞，啊，明白没有？真的是。这样吧，你自己再试一下，来。这怎么把它给？从旁边翻过去。啊，对。哎，对，翻成一个球的一个形状。然后呢，这爱心放在这里，对。这个手的话呢，拿起两个小爱心，一个两个，放在这里，对，放在这里，伸到下面去，推过去，推过去的时候，这个手全部握住，这手可以离开了，嗯，放在这里，慢慢松开。哦，有点意思啊。他是这样表演的。我，你自己来一次。对，我跟您试一次。好，可以。这是一个球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好，一颗，两颗，对吧？哦，对。没问题吧？对。松开，等会儿、啊、没事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等会儿啊，我来找个爱心吧，我找个爱心，是吧？放在这里，推过去，然后握住，然后放在这里，慢慢松开。好，没问题，就这样吧，咱们就是成事在人，好吧？谢谢，行，慢走，好嘞。哇，我好热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预约了来做蛋糕的。你这个蛋糕是给？啊，给我女朋友做的。女朋友？对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容错率高吗？就是你觉得没有办法应付的话，然后我会帮你。感谢感谢。对，就不能翻车就行。就我现在就一个要求，不翻车。放心放心，我先示范一个。这个过程很治愈。你不动就好了，这个转盘转的，然后你就一直往外面。我挤就行。对，你挤吧。我的老眼快昏花了，行吗？这样已经很好了，继续往下压。它奶油里面还有空间，你给它埋到那个奶油里去。然后这个刀面大概是30度这样。还是有天赋的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又有天赋了，竟然可以。这个可能戳到水果了。实际比我想象的要稍微简单那么一点点，但也不简单。他就是需要足够的耐心嘛，没有耐心的话别人不行。来，辛苦了，感谢感谢，那我就先撤了。好的。今天晚上的探险之旅从这开始，用你的线索寻找一些给你的礼物。这个琴弓是吧？这个呢，能有你那琴的三把。不是，你哪来的钱呀，李北西？你钱在哪放着呢？我怎么不知道你有钱呢？下一个。我们不过了吗？李北西，我觉得你真的有点膨胀了。不是你怎么了最近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好生气，别说话。